そんな感じ。そうそう、そんな感じ。好，这个我在上课的时候也很常用到的一句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そうそう就是对对的意思。后面呢，そんな感じ，そんな这样的或那样的感じ，感觉。そんな感じ，感じ就是感觉。そんな就是这样或那样，这样的感觉，这样的感觉，可能是对方表达出来这个意见呢，很正确的表达出来我本来要讲的意思，那就说，我本来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啊，你答对，这个时候常用到的，そんな感じ、OK，那看一下哦，但是呢。そんなの部分、如果改成、どんな、会怎么样呢？どんな感じ、どんな是怎样的、感じ是感觉、怎样的感觉呢？どんな感じ、那个到底是怎样的感觉？所以呢，そんなの部分改成どんな，意思就变成怎样的感觉？そんな感じ就是哦，对，这样的感觉。如果实际上在绘画里面的话呢，会怎么样出现这个对话？看一下哈，一个人说“そうそう、そんな感じ”，“そうそう、そんな感じ”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对方就觉得说，你表达的感觉是怎样的感觉啊？诶，どんな感じ？诶，どんな感じ？对，所以这个两个人之间沟通可能会有问题哈。反正呢，重点就是“そんな”跟どんな后面接漢字的意思，そんな感じ，这样的感觉，どんな感じ是怎样的感觉？OK。